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83面第六行啊，第六行对中啊，离家即个看起啊，离家会说话，定诸家，古文正定诸。一言不退转，便是菩萨阿弥陀佛呀。云何明净定呢？凡一切众生随根性满殊，理类诸智不出三种，以彼对六处为下定。以生定随缘为不定，以定即菩提为正定。这是三句啊，第二个讲法啊。念老的这地，甲咱估了三种的讲法，这是第二种。这个。第29愿，诸正定诸愿，所有众生经我国家，皆当一心诸定诸。这愿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西方叫做世界？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该做阿弥陀佛菩萨呢？这地讲啊真清楚，所有众生是法界，在十法界里面，我得到正定。有的凡夫啊，是邪定，那是无定，无修定呢。四禅八定都是真慧的啊。人间三途。嘛有甲心专注伫这所在，迄嘛是定啊。亲像这个人间，咱啊定定会去看到的，可能啊专心的功名，迄嘛是定啊。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邪定啊！有专心，经历财富的，就是一心追求财富，一心追求利用，一心追求名闻啊！这个古往今来啊！中国外国啊，拢有啊。科学技术嘛，都爱专攻啊。不专心是袂用的啊。专心就是定啊，一心一意伫咧做一个啊。啊，下定呢？什么叫下定啊？简单来讲，就是为家己啊。执着心是家己啊，拢嘛是为自私自利、名闻利用，
我有绿灯，拢注意这啊。这个物件只有绿岛来都才有的啊，绿岛以外都无咯。啊，四仙法界呢，就四处里都无咯。为什么？伊啊，五执破咯，唔是心见，五执破咯。破心见呢是疏脱丸呢，破五执啊是阿罗汉呐。所以咱知影讲四仙法界内面五执无咯。有法执啊，这两种的执着，伊也是有法执，所以袂当出十法界。法执那是破就出十法界，我执破了就出六道。法执那破是出十法界，这个怎样？两种执着啊，拢袂当有啊。这个是下定珠，啊，未当出十法界也是下定，未使算是正定。正定是什么？正定是诸相大菩提啊，诸相大涅槃啊，这是正定啊。啊，在咱现前这个阶段来讲呢。但真正是一心一意，全球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是正定珠。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正，无上正觉啊，就成佛了，决定成佛了。啊，咱现在讲，咱的心到底定在倒位？啊，就是讲，咱这一生，咱未行到一条路，是法界，是十道啊，十条路啊，摆在咱面前啊，人道、天道，个气气、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佛道，咱未行到一条道。求生西方净土，伊行的是佛道啊，甲阿弥陀佛是共一条道咯。咱这本经虽然无读完，啊，才读到第六品，因为早年有华严经的军队啊。所以呢，对于无量寿经有相当听多的悟力啊。咱来了解一个事实真相：阿弥陀佛是变化界、虚空界，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啊！啊，这个认知不容易啊！你若无这个认识，你唔知事实真相，你会把这项代志当面错过咯。真正是可惜啊！确实是啊，一千万家难做有啊！啊，这个目标认识清楚咯，方向从明白咯，未阁未歇咯，真正恭喜你咯，唔是我恭喜你，十方诸佛恭喜你啊！为什么？你真紧就会成佛咯。可是关键呢，
关键就是你都要自正定自切用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问题啊。诶，真正是正定住啊！咱今仔日这个正定，就是一心求西方净土啊，一心要见啊阿弥陀佛啦、啊，都是以我无得你的念头。世间一切法放下了，未执着了，佛法嘛放下了。金刚经里面世尊跟人讲呀，我相应下何方啊？非法，这个法是佛法啦。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拢就放下了。只定在这个法顶面，但是《行无量寿经》只定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成功了。为什么呢？这古代的讲呀，拢是祖师大德讲呀。这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拢会当归《华严经》。华严亲像大海，一切法那就是江河啊，拢总到伫大海啊，拢归大海。可是《华严经》到最后归无量寿。十大愿王都归极乐啊！啊，咱只要细心去观察现在同住53参，你就明白了。所以呢，只要抓到这部经，抓到这句名号，啊，注意讲啊，什么业障啊，拢消去了。什么灾难都会化解了？为什么呢？你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什么时候就你现在啊？你心一个法就得到了，你的心就安了，就定了。我什么是不安？也是未定呢，啊！你的愿无发啦，我发咯，你发的是假，不是真的啊。如果你发愿那是真的，肯定啊，你就会放下。真正发愿是什么款？真正发愿，我现在心定了，我未忧虑，未彷徨，我未过未歇咯。好一件代志，你生死看开了，你无生死了。阿弥陀佛，随时会来接我，我随时会当往生。阿弥陀佛还没来，为什么没来？甲我是毋是要寿命？这个代志无相干。我伫这世间要任务，什么任务呢？从经中表法予大家看，予大家升起正信啊，予大家发愿，予我同款。然后求生净土，这就是讲，我伫这个世界内底，也有一寡有缘的人。有缘人什么呢？伊相信我，有缘的人啊，我去到叫做世界，应该都将这有缘的人拢总带去啊，就是款代志啊。
若个无缘呢，无缘佛就来接我，马上欢欢喜喜就来去了。你着阿弥陀佛的加持，做弥陀地主啊！真应邀啊！为什么十方诸佛护念你啊？一切善行啊，不比你啊！这是真的啊！这是念佛真正好处啊！现在就得到了，不是将来啊。可是你的心爱住正定，定在大悲方便顶面，定在这部无量寿经顶面，你才会得到啊！啊，你还有世间的三心二意，或者佛法内面啊。84000法门的三心二意，拢总是障碍啊！所以佛弟把这回向，教人下，教人放下，慈悲到极处咯。哎，会记得发相应下，何妨非法啦？为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拢是方便法啦！啊，这个咱偌济年来，刚经拢甲各位讲咯，也真实法咧，真实法是讲未出来啊。言语多端，心行处灭啦，讲会出来拢嘛是方便法。所以会向听听佛。言中之意啊，你也想听这个啊？古人所谓是言外之音嘛、啊。听音乐爱听言外之音，那是会想听。啊，真实法都是诸生，这部。经讲的三个真实啦，真实之际，那是啊，真正的真实法，真实内面的真实啦，是本性自性。啊，一切法不离自性，你爱在这个方便法内面啊，去认识真实法。啊！伊个甲人讲，真实之理啊，唯一真实之理，这一点也无假啊。这个真实之理是什么？互你一生成佛，一生会当成佛，这不是真实法。啊！真实法肯定帮助咱一生成佛。真实功德啊！所以希望咱现前啊，那个心啊。住在正定住，现前的正定住，就是真心，真愿意往生啊！真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绝对是无怀疑，绝对无夹杂。这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件大事，一切时，一切处。希望佛号唔能间断，念珠在珠啊！我哋把佛号连起来，我唔能断去。为什么呢？你即地看到咱是唔是正定咯？
咱真正是钉在佛号顶面。啊，念经是什么意思呢？每天早课，这一天的开始啊，先念一部经，意思就回归到正定。因暗时咧困啊，困起家己意识袂通做主啊。啊，内啊内面啊，烦恼习气去现形咯，做梦啊，乌白乱梦啊，精神了后啊，心是散乱的啊。一部经念落来，心嘛就定咯。念经是这个意思啊，唔是别项意思啊。心定了后啊，好好才有路用啊。心若无定，好好是无路用。好好内面有夹杂，有疑惑，迄个好好啊，是无路用的啊。啊，念无量寿经真好啊。念弥陀经也真好啊！如果无量寿经嫌上长耽误时间，咱若只念第六品，就念一品就好。暗课的时阵，咱若念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这几品的内面是咧讲什么呢？讲这个啊，断恶修善呐。也讲戒邪归正啊，就是持戒念佛啦。念这段经文的时阵，认真反省，我这天是不是有犯过失啊？有这戒指，无这假面啊？这是无量寿经啊！教导咱修忏悔法，多半讲的是书，其他的部分多半是在讲理啊。理那是明白，书爱认真去修啊。所以正定珠马救不退转，后面这句是加得真好，便是菩萨阿维原地啊，不退转，修行初过就不退转了，唯不退啊。十法界内面的菩萨，行不退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在的公主正定主是菩萨阿维瓦帝啊，哎什么发心菩萨啦、啊，不是普通菩萨啦、啊，已经啊是超越十法界，啊阿维瓦帝就是超越十法界啦、啊，已得到两不退啊，所以叫做完整三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啊！今天下面甲咱解释，什么叫正定？一切众生根性千差万别啊！何解归纳？不过三大类，第一大类一定是去轮回啊。这叫邪定，这不是正定。这邪个正是依诸性做标准啊。正定呢，一定明心见性。愿性成佛啊，这是咱修学的目标啊！修学佛法，不是咧创名闻利养啊，
这点一定要知影。啊，富的人若是去创名闻利用啊，就可怜咯。呀呀，就是卡摩尼佛啦，阿弥陀佛的招牌啊，这金字招牌啊，做什么代志呢？欺骗众生，欺骗信徒。我讲的话歹听，但是跟你讲真话啊。我问你倒位呢？阿弥陀佛啊！讲较好听的呢，是啊，无知正法啦、啊。要做什么代志呢？塔庙建国啊，去寺庙亲像皇宫同款的啊。一个比一个庄严，大家拢伫遐咧比赛。释迦牟尼佛一生连小茅棚都无，你怎啊教人呢？印光大师教导人，这是现代人啊，因为伊老大人往生到现在差不多是六十多年了。所以啊，这是现代人跟人讲，真正修行的人，这净宗啊，净宗祖师啊，下当去建道场，建一偌大，小小的道场啊，用六二十人啊就有够了，真正修行人。自动都合到有阵呢，无超过二十个人。印光大师的教诲啊，这是咱现在知影，伊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啊。伊敢咪讲唔对？二十个人住伫小茅棚有够咯？为什么？维持真容易啊！无需要去外口化缘啦，你有两三个佛法，佛持你就有够咯。咱若是真修行人，啊，愿意佛持你的人也是足多啊。咁你的心就会定咯。你去遐大道场，逐工想着开销，都爱遐尼大。钱每个队都会来，只好骗信徒啊！啊，所以心就不净啦。伊的心哪会讲伫道上，伊心未清净，这种人邪定主啊！想尽办法来去欺骗信徒啊！啊，信徒辛辛苦苦的钱甲赚过来。他就恭恭敬敬供养你啊，你提起作业啦。现在也有啊。有袂少的人，我知影，国内国外拢有啊。摕着我的名号去骗人，我做过几落摆的声明，希望大家唔能叫我骗去，唔能受骗。我也希望大家唔能摕金钱来强用我，我什么都无爱了。现在遮侪戏咯，恁爱知影呀？我每天都在想着阿弥陀佛，赶紧来接我去。
我今仔未去，今仔是要有代志，经无讲完啦。亚当明仔载啦，明仔载无走，好啊，佫讲一工。我刚刚伫咧五忙啊，我无意思留伫即个世间，我要去道场创啥物？所以一定爱知影，摕着我的名义去去啥物道场，内底还佫留一套房间，啊，风中烧要叫我去住，迄是，拢嘛是咧骗人诶，啊，无即个是真正诶。你家想看卖，我敢会去住咧？我去住伊就发财咯。我袂去住，为什么有刀啊？我去住，伊无刀啊？伊无什么叫王星啊？伊只知影创名闻利用，变自私自利啊。所以这是真正最好的动手，拢是非常善良的佛门弟子，唔通互这人欺骗啊！用我的名义甲我去翕一张相，你讲人来我家要甲我翕相，我敢会当拒绝你咧？这袂用你啊，这袂当做凭据啊！讲我写几字啊，有真侪人叫我甲写字留者做纪念，我也袂当无写。提到这里做评估，啊，就会当去骗人。哎呀，教导哈，太好骗咯！所以你今仔日讲到这块写钉子，我要甲大家讲，心性不正的人真多真多啊，甚至伫我身躯边，跟我真多年的啊，拢嘛是。变质啦、啊？为什么呢？内面烦恼重啊，伊自私自利无放下，心坚无破，外面啊，你甲看这个社会上啊，有迄个力量偌大，伊啊感动会掉呢？所以离开我了后，也摕着我的名义四处去骗人，我原谅伊，我怜悯伊啊，我了解呀、啊。伊毋是圣人啊，伊是凡夫啊。凡夫是未堪你诱惑个。现在这个世界，在写明是谁，我有六点的诱惑。比印光大师迄个时阵，超过百倍都唔止啊。我伫这个一生当中。学佛60年咯，将近53年咯，会当啊，闪过即个诱惑啦。闭关是甚物呢？闭关就是逐工读经，逐工啊，讲经，讲经是劝别人啊，最重要的是劝家己啊，劝别人3分啊，劝家己7分啊。多位有缘，我就去多位啊。古无定所，四鬼流浪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咱第一个祖师就是流浪汉啊。伊老大人一生流浪啊。我古比伊较好啊，无你多位流浪。要有一个房间通住，现在无你回来，拢是住伫个树下。伊也无需要一间厝啊，伊毋是啦，每工出去托钵。我现在伊毋是啦，也阁有人强用，无需要出去托跋比啊！世尊啊，已经好真多咯，唔通结婚啊，结婚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也对不起，师兄同修啊。啊，现在我除了求往生，无第二念头。如果讲是关心呢，确实我真正关心嘛，咱啊佛法的人才。这是我常常伫讲室内面头甲大家讲，人才培养是都爱家己发心。古今中华，所有杰出的人才，拢是家己成就的，无讲是拄一个好老师甲伊带出来无啊？老师啊，只是指点。指路啊，这个路是爱家己行的啊。路给你指点咯，你无行，你永远是未达到这个目标啊。啊，阮老师教我指路，就是头一天见面，两小时。我甲彭老师学铁学啊，你知影佛法的殊胜？认识佛法，伊毋是宗教，伊也是一门大学问。我去见张家大师，向伊老大人请教。我讲佛法心是有闭关，我真紧会当确立。伊甲我讲有啊，看会破放会落啊，来指我这条门路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功夫唔是讲你每工念偌济经，拜偌济佛啦。念几万声的这个佛号，不是这个放下。老师跟我讲，功夫是你放下偌济，这是真功夫。其他人也是形式。老师讲啊，佛法是重实质，无重形式。啊，看破是智慧啊，智慧对对来，就对放下来，一切放下，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杂乱心生烦恼啊，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生烦恼啊，名利心生烦恼，清净心生智慧。你是要智慧啊，是要烦恼？真简单啊，哎，智慧啊，我就爱有清净心啊。我把这烦恼啊，拉拉撒撒物件拢放下咯，这真重要啊。古人讲一句话，讲啊真好：知足少时烦恼少，心灵多处是非多啊。你些人想做是非就做啊。知影的代志多了，烦恼就多了。你每天看电视，每天看报纸，每天接触啊，真正多这个信息啊，你哪会讲未生烦恼呢？啊，我的烦恼比你较少，为什么呢？你找烦恼，我未找烦恼。我无咧看电视，我无咧看报纸。啊，一年嘛，省未少钱啊。无这笔开销啊！啊，我对这个世间的代志，我无希望知影。但讲我所看到拢是天下太平，拢非常欢喜。人我今仔安怎？今仔社会真正安定无代志啊！
啊，我住伫即个所在，我所看到呀，听到呀，即个所在呀，无代志啊，真好啊，真正常啊。一天啊，会当生活伫即款的环境，就叫做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啊，美满的一天啊！逐工都是安尼生，啊，你诶幸福美满诶一生啊！逐工读经，甲佛菩萨生活斗阵，你讲这偌快乐诶？啊，如果每工生烦恼，迄是不定住啊，甲即个邪定住啊，伊甲妖魔鬼怪生活斗阵啊。啊，你讲袂对路咧，想袂对路都无可能啦。啊，你咧修行袂堪你，因素的考验啊，环境的诱惑啊，你袂堪你啊。家己知影你袂堪你。啊！你就会相片，我就回避啦，尽量较莫接触，这是智慧啊！有这个定功，有这个智慧，会堪你考验的。无智慧，无定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你将智慧下当保护家己，啊，若是要发心，扶持正法，真正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菩萨心嘛？这是佛家讲的大菩提心。我这个心，真叫三宝伽蓝呢。这真正发心来救世啊！菩萨发心头一个啊，你应该是要安怎做呢？深信因果。你真正相信因果咯？你就毋敢去恶念，毋敢做歹代志咯？为什么报应伫后面啦、啊？我无教世界，教你是因果啊！因果比概率还佫较厉害。你也想讲，即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将来伫三恶道啊，是甲倒一道相应呢？头上大成啊，然后啊，你才能方法离生，看进行者都是方法离生啊。也毋相信因果诶。那是啊，三恶道的众生啊，那有定时下定住，不是不定住。古人对因果看得真重啊，前个三好这条你就知影咯，我把这个代志啊看得真正重，比概率也搁较重。啊，头上大乘，即内底也讲个清楚。大乘经内面啊，选一部啊，毋通去选伤多。看家己个根性，
家己的程度，唔啊算伤深，伤深啊，你袂当理解啊。你爱选一门，一门深入，当时分手，这做书带这家人的闭关啊。啊，偌久呢？还是这报警至少都要十年啊！可能讲实在寒窗一句成名啊，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一定爱受苦行啊。苦行对家己来讲好处真多啊。这对也无求物质的供养，啊，我的缘真殊胜，老师甲我做榜样啊！我跟你老师甲伊啊学经教十年啊，这时间无算短啊！伊老大人一天食一顿啊，你终于死。生活非常的简单，一个月生活费用，然后你时阵到店，台币啊、台湾钱两块银啊，一天生活费用，我该饿啊！我少年啊，食比伊较侪啊，我嘛是食一顿，但是我一顿爱三块，一顿两块就够了，别安怎该伊比啊，比袂着啊！余生是安尼生呀，伫个时阵，我看伊每工穿个衫啦，虽然是旧衫，清清气气，整整齐齐。老大人往生了后，来去房间内底，甲详细啊，去甲看卖，即才讲，内面的即个内衫、底裤拢是用布呀。没啊，每一箱拢嘛是布的，每一箱是新的，无啊，拢嘛是布甲真多，啊，拢是家己布的。伊的信徒真多啊，伊台湾无人介会比你啊。来中联社联友，我去台中的时阵，台中已经开办十年了。啊！迄个时阵，信徒20万人，我听甲伊老大人十年啊，我离开的时阵就是啊，20年咯。台中连下20年，连又增加到50万人，无一个袂爱老师诶，无敬老师诶，送好老师诶衫，迄三个人。一个早期啊，老师就将这个衫送给一寡较善财的人，伊家己拢无穿啊。但伊家己有收入，收入袂歹啊。伫当年迄个时阵，伊每一个月有400外块收入，你看一个月生活费用只要60块。全部摕去布施，去做好事咯。老师啊，做出榜样来予咱看。伊生住伫一间厝啊，真细间诶，细间诶厝较好收拾啊，容易整理啊。一个人住，无人甲照顾啊，伊无需要。伊到95岁以后啊，有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啊，就是啊，家弟啊，两个发心来照顾老师，就勉强啊来接受。95岁啊，95岁以前，洗衫啦、煮饭。整理环境拢嘛是家己啊，
老师甲我做榜样啊！伫经典上，咱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方式，我对即个老师对十年，我看到伊的生活，伊毋是假。真合乎啦，一切放下咯，放下你生的一切是随缘啦，无这个缘就莫去攀缘啦，有这个缘分爱认真珍惜，好好去做，做事情接来，这就对咯。伫这时代，为什么因做，教咱建小道场呢？真正小茅棚啊！人数毋通超过20个人，门关起来来念佛进修啊！就亲像中国早年。当今时代，慧远大师，这是咱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伊伫庐山，江西庐山建东林莲佛堂，迄个时阵，志同道合的123个人，伊若斗阵念佛，求生净土。大个所在有一条小溪叫做虎溪，这就是伊个界限。伫内面修行的人，无超过即个界限，袂去外口，袂甲外界接触，逐个拢成就咯。啊，咱今仔日建道场，爱建即款道场，也都爱啊限定啊一个小范围，因做规定的无超过20个人。那就对了，那是咱真正修行的道场啊！啊，所以道场若起大经咯，人的心就会变咯。本来要有一点仔道心，道场大了后，迄个道心就变做名利心咯。什么是道啦？钱啊是道啊，名利是道啊，伊惊对名利道去咯。迄个道就是五鬼道啊，第四道、第六道，伊是迄款道场啊，咱都要创个清楚啊。也有啊，道场若大，起甲真辉煌，真侪发心的人来遮来去出家，出家目的伫倒位？伊享福啊。这世间生活太艰苦了，建立大景的厝，住个遮舒服啊！伊毋是为着修行啊，伊是为着享福的啊，为作业啊，也够无存好心的啊！啊，将来要霸占即个道场啊，多占道场啊！争名夺利啊！这种代志，我少年的时阵啊，都有看到。迄个时阵伫台湾，我经常出来讲经，有一间寺庙，叫我讲经。我听讲大概啊，是半个月，感觉毋对啊。这道场是新起的，汝种的道场，来到出家人我也真熟啊，教我真熟，所以请我去讲经。讲半个月了后，因来不得冤家，来冤什么呢？这部分配无平均啊，因为伊道场这个老比丘尼下面的徒弟啊，都爱出去化缘啊，化缘当然有人化较多，有人化较少。
转来了后，做伊要争取，伊想要做东家，伊想要做威奴，想要做知客，要争这个呀。争的时阵就相拍了。哇，转去到台中啊，将这代志啊，甲阮老师讲啊，老师讲煞去都卖去啦。我们今仔未讲完，不要紧啊，今无讲完也是相思啊。这道场不如法啦，赶紧走。我们就离开了，一部经大概共三分之一啦。我相信啊，现前道场啊，拢是即款的较侪啊，拢是即款的情形啊。伊毋是咧办道，勾心斗角啊，尽管大利啊，欺骗信徒。欺骗佛菩萨，你讲这要安怎呢？所以净业三好发菩提心，后面刷来对就深信啊因果，伊毋相信因果，伊若相信因果就会甲我共款，毋敢见道场。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二十个人斗阵啊，都会争名夺利，这种麻烦的呀。家己一个较清净，也是学释迦牟尼佛较好，会较清净，什么代志拢免管。所以各位同学会记哩，我一生毋捌伸手甲人讨钱。主动上来供养的啊！伫早年，阮伫台北个遐古有一个图书馆，迄个时阵，馆长也袂歹，会甲你问讲，你这钱对倒位来？恁兜个人知影无？啊，有一个伊啊，即、这个送来钱，那像迄个时阵送50万，迄数字袂小啊，对倒位来呢？伊是就来啊，爱护利息不？爱护利息，也是放糖来啊。韩国人就好呀，伊讲赶紧退转去，赶紧退转去。啊，阮这道场袂当接受你即款钱啊。做好事，你一箍银、两箍银，拢是无量功德啊。利用即种方式来的时阵，你有罪过，你无功德。道理爱捌啦，你心才会清净啊！你啊，才袂胡思乱想啊！所以，因果确实是重要。佛经讲得真清楚。啊，前几年，我叫几个同学查在诵经，释迦牟尼佛，伊经论内面有讲到地狱因果，这经文拢改抄落来，变做一本书，啊，咱有印出来，流通量真大。叫做诸经，已经是25部经。诸经佛说地狱之妙，比道教讲较清楚。早年为的这北地狱变相图是以道教用的宝钞做基础围出来。所以我才想出讲，佛经顶面啊一定有，更加抄出来。以后哪个有缘分，有人画的时阵啊，看佛经的这个地角变相图啊，佫画一幅出来。佛讲的，
真正知影叶因果报咧，唔敢做歹代志啊！人生这么短啊，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咯。做作者的恶业，将来受苦报也是唔得啦。啊，你真正了解，真正清楚，那恶事唔敢做，恶念就未生啊。去念头为什么唔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无量的福报啊！你念五欲六尘那是无量的罪业啦、啊。这款代志哪会当做啊？违背伦理道德的代志绝对唔能做。违背伦理道德，迄、那个业叫做因业，引导你去善道啊！啊，你做一切善恶，那是冤业啊！啊，你去到一道啊，你是享福，也是去受罪。所以这个话当无清楚。啊、希望各位同行唔通互人骗去啊！啊，古啊有智慧，有智慧人袂去用骗呢，袂当袂惑，这比什么较重要？咱个咱家己呢就更加重要了，时时刻刻个检点家己，真正。我差时阵个，念佛堂个堂主，有一个口头禅，时时刻刻有提醒大家啊，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专念，时时刻刻听到这句话。要啊！你念这个，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你的福报是无量无边呐、啊，无话对比啊！为什么起别的念头呢？为什么念头唔跟阿弥陀佛相比呢？这还怎样？你看，伫最近这几年，我拄到一寡国内来香港来看我的这同修啊，拢是着重病、癌症、不治之症，医生拢是宣布伊啊，寿命只有两三个月，拢是这款的人啊。因来看我，已经是两三年了，什么问题都无发生，变好了。靠什么？就是一句话咯。伊安怎念好呢？因为家己知影，伫这世间无几工咯，拼命念好求生净土。那一下讲，伊还有寿命，伊寿命还未到，念好了，寿命若到，伊真正会往生。所以拼命念佛啦，寿命若是到啊，这个世间拢总爱放下，无放下也未用咧，带未去啊。对于这所在感悟了。所以是真念，咱来有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每天啊，将这个四字打在下头呀。伊个这个官房每天啊拜佛念佛，下头看到一个是真大力的四字啊。灵岩山我有去看过，伊个官房啊，啊，一块四角刀啊。
佛在一尊小佛像，阿弥陀佛的佛像，后面写一大字。逐工也想着讲，我得要死咯。即个时阵，你甲想看嘛？你应该着爱做什么代志？甘雅的阁有牵挂咧，还有啥物忧虑咧？真正安尼放下咯，迄、那个好好就得了咯。迄、那个好好是正定珠啊，世间下定珠的人未少，真多啊，必定啊会去六道轮回。那不定珠的人也未少啊。诶，随缘呐，拄着善缘，伊就学好；拄着不善的缘，学歹去咯。但现在社会，善缘伫倒位呢？善缘无地去找啊，全部拢学歹咯。真正正定住的人太少咯。正定太少了，阿公唔是讲逐工听经，哪有正定呢？只有逐工听经，而且经就听一波。就像一种，我早年伫美国，有一位同学问我讲：“有情况阿叔，若是讲你一生学佛，读金刚经。”那、啊、是讲以你家己嘅意思咧，伊读都一部经，伊就讲大藏经上只会使选一部，啊，你选都一部经。迄个时阵，无量寿经嘅画一本，我阿未看到。我甲伊讲。我的选的一部就是后一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照我的意思，我一生就讲这部经，这边这边就讲这部经。可是言无共款啊。每一个所在众生啊，伊是介意啊听这个，也介意听迄、那个，啊，拢来找我讲，啊，我就行成众生，所以功德啊，所以也、啊、有讲几落十波啊，有几落十波的经论。那是照我家己的意思，我就是一门深入啊，我未去讲啊，这么多这个经啊，我你呢？本来想讲要专门来讲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继续讲十遍，即讲上多。韩观天王星，王星进前大概前两天啊，都伫病床里求我，希望我加。华严经讲一遍，然后后来人做参考。伊讲这个大经，你若无讲，恐惊无人讲，我就答应。所以啊，以后伫我
移民啊，去新加坡啊，就开始讲这部经。伊伫啦拢无中断，每到一个所在，我拢总讲华严，讲了四千话小时啊。啊，即摆咧，甲华严放下咯，啊，华严讲到是主品啊。后来讲无能受经，是因为灾难，真侪人心内未安啊，真哩严重的灾难啊，尤其是两千公一里这个信息传出来，啊，咱是咩啊？按怎来应对这个灾难？这部经上界有效果。对家己来讲，会当啊帮助家己健康长寿、百病不生，就念佛啦。化解灾难肯定有效，因为佛经常讲诶，一切法从心上生，境随心转啦。咱住伫这个地球时，环境伊随着咱的心转啦。咱心那是真仙，仙到极处是只有至仙。即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只有至仙。你只要真心去念，大势至菩萨啊，有加难，多念六根正念相继啊，就会用你咯。你用这个方法去念呢，哎，你就灵个不得了了，就真灵啊！多了了根啊，就是啊，即地所讲的正定住啊。啊，了根是眼耳鼻舌身意，眼对色顶内面啊，修得都不爱看了，心定了，你看心就不定。耳腔对音声来对啊，我倒转来不爱听了。伊咧对法庭内面咯，修道正袂去想咯。这个什么呢？咱讲万缘放下咯，心观来只有阿弥陀佛啦，把阿弥陀佛啦放咧心内，起心动念，时时刻刻念头一个起来就是阿弥陀佛。无第二个，那就啊真灵啊，什么问题拢解决啦？有安尼认真来做，做十年，效果咱就看出来咯。那家己是正定书，有法心通呢？心通感应，能现前啦。但是未当用心通来感应，教学为什么呢？社会一般人讲你是瞎教，唔承认你是正法。所以心通感应现前，爱甲释迦牟尼佛同款啊，无用心通，无用感应，用经教。你讲伊偌自在，伊偌快乐，偌幸福呀！生活需要非常简单啊。表现出来啊，是达行都不求人啊。啊，咱应对这个灾难，佮家提出来啊，伊是有根据啊。
科学家甲咱讲，将来要有严重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上惊是粮食危机。现在因为要用农药化肥代替鼻炎物了，土壤有毒咯，这物件就麻烦了。所以什么物件是健康的饮食，伊家己种的啊。啊，阮伫澳洲今年啊开始种牛膝咯，希望阮啊会当个自给自足。阮咧种稻啊，种小麦，种马铃薯，种土豆，即会当做主食咧用个。啊，阮无用化肥啊，无用农药啊，阮来做实验来提倡，阮用阿弥陀佛来种植。所有的青菜、水果、这稻啊，田的内面，阮拢放一个小型的粘合剂，24小时不中断的播送啊。在餐厅里面的布上无农药化肥做得很成功，我们的青菜做10年了做非常成功。所以今年的因为怕粮食的危机，我们就自己种粮食。这也是做一个好的模样啊，给农民来看。农民看到阮无咧用化肥啊，无用农药啊，种个物件比因较好。因真爱甲咱来学习啊，全部念阿弥陀佛，全部用佛号来静坐。一个地区会影响周边，慢慢就会扩大啦。到有一天，希望全世界袂搁再用这农药化肥咯。科学的这个把戏啊，伊副作用太大了。也是古早时阵迄个农耕的方式好啊，对人啊真正是有利益。啊，所以学佛的人念念唔通袂记哩阿弥陀佛。念了爱想起西方极乐世界，咱阁看下面的三者，故起三者故起信论，十四年前的凡夫，不是人故为邪定，这个标准啊是足悬的。甲头前这两个是大无同款啊，为邪定，十足以上为正定。嗯，这个讲甲真好，十四以前即凡夫，无信因果即邪定，十足以上啊是正定。十信之人为不定啊，十信是不定，此乃失教大乘之说。以前论内面所讲的菩萨各位通常都是说别教，别教
是不是以前真正是凡夫？是主呢？相当是梵高的十信位。正定了，梵高就是华严经讲的十信位，别高是十住，梵高是十信，初信位，断88品见血。其信位断81品殊胜，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八信位是辟支佛，九信位是菩萨，十信是佛。但是十信，这是佛天台大师啊，称伊是。相思即佛，六即佛内面相思即佛，即性定住啊。即拢是大乘啊，大乘所讲的本经第22品月，22品是觉证结果。这品题啊，了有善男子、善女人，了异性、了同性，该些诸有正定之主，决定正有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无量寿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已经是已经往生啊。往生啊，是得未了，就是现在发心求往生的这些人。那你现在未去啊？也未去啊，已经住正定住了，就是人都在讲的。我真正从清楚，真正从明白了，下定决心选择一条路，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即阿弥陀佛。我也未过惊弯路，其他拢总放下。我现在就得到正定处，往生到极乐世界里，决定会证到无上正定正觉，是名得生彼土，便立正定之主，彼正大涅槃故。这是决定说，这丝毫怀疑呀，拢无。故善导大师啊，不断烦恼地涅槃，诸事安乐自然得。啊，咱今仔日烦恼习气。真正是啊，一品都拢无断啊！哎呀，往生啊！经常上讲的所有众生，一切众生，就是讲十法界内面的啊。顶面就
包括佛菩萨，下面就包括地狱众生。只要真正放下了，真心真愿真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句话重要啊！心内真正有佛，那就相应了。心甲口相应，嘴内面有佛，心内也想着别项，这未相应。所以大势至菩萨教人，也可念佛。亦是心内有，心内有佛，最来嘛念佛，也就相应了。啊，经就是一部经，一部经嫌伤长了，你每天就念这个第六品48愿。念48愿，甲注意讲，阿弥陀佛就48愿加持你一拜啊。伫密宗内面讲，就是灌顶一拜。这个话，像老居士就伫这个经内底讲的，伊也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伊啊，解释灌顶的这个意义，灌顶唔是伫上师面前提一点啊水啊，伫塔卡顶个咧灌顶，唔是这個意思，而是形式啊，还是表法。真正意思是什么呢？观啊是团修，佛菩萨老师团修好你。定是什么呢？最高的佛法，无上的大法，是什么？无上大法是无量寿经啊，无上大法是啊48愿啊，无上大法啊是即句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啦，这是无上大法啦。啊，这个传授可以，你接受过来。你逐工勤照做啊！你念一遍就是灌一杯顶。真灌顶啊，唔是假啊！你每工甲无量寿经念一遍，都是诸佛如来、阿弥陀佛，甲诸佛如来，甲你也灌顶一杯。你奈个无福报呢？你奈无智慧呢？你那未吉祥呢？如果无这么长的时间，工作伤多，你每天甲48愿念一遍，第六品念一遍，也是阿弥陀佛甲诸佛菩萨甲你灌顶一拜。你孤怜一切放下。每一句呵呵都是一拜灌顶，你这句呵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断呐，一讲到阿弥陀佛拢给你灌顶。你也爱怎样？书爱创个清楚啊！你才知影讲这个无上无上的妙法啦、啊。这怎样讲？大乘佛法里面，这个法门是第一点啊！无迄个超过这个法门的啊，佫找无咯。这个法门未当啊，无感谢阿弥陀佛，
毋是讲阿弥陀佛无比的一个慈悲呀。就无有这个法门的出现呢、啊。佛太慈悲了，这个名号是诸生的德号啊，伊的意思是无量啊。啊，反正中国意思是无啊，弥陀是量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上好，是你自性内底本来具足的啊！现在咱家己啊，烦恼习气太重，迷得太深，今仔日知影了，只有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帮助咱。回归自性，就是这个意思。回归自性的方法、闭关，就是自静定住。啊，静定住就是大般涅槃。一念不生是静定住，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这是究竟圆满的静定住。这句呢，就是释放一切究竟孤寂的如来，因为因拢回归自性，顶格菩萨也无圆满，无色无名，习气无断，清气无圆满。妙觉就是圆满咯，即句咧是龙中之妙觉位，前头这两句话讲得真好啊，有量殊大殊文。以信佛因缘，反省净土，起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立果，即便往生。这个佛愿立果，就是四十八愿的加持啊。实际上，四十八愿，无时无处不加持啊！四十八愿，亲像网啊同款，所看的，就是变化界、虚空界，无一个众生加持袂到，伊拢加持咯。现在问题在倒位，咱会接受袂？阿弥陀佛无偏心啊，因定加持啊，普遍加持啊，连地甲众生、阿弥地甲众生拢无例外。只要你肯接受，电路啊，就接通咯。你若唔肯接受，就是伫你的面前，你得袂着。咱家己真心真愿，
经念这句好好，就加持着咯。并无讲我即个发心的时阵，伊特别接受。咱伫延寿国师的梦境方案馆内面，看到三种周边，就明白了。利用三种周边啊，来解释这个弥陀宏愿的加持，就明白了。啊，念念周边法界，这个念，咱都是指四十八愿。念念周边法界啊，一切时一切处，出现无尽啊。这个出现无尽是感应，今仔日这个感应是倒变过来。好路讲，咱去用。平常时众生有感，好路用。今仔日是阿弥陀佛有感，咱来用。这个妙啊！阿弥陀佛放开这条网的时阵，伊就有感嘛。咱啊，来去用，咱这用就往生了。这个网啊，偌大呢？阿弥陀佛啊，你看这不得了咯！啊，含是包含，含虚空，容啊是容纳，容万有啊。变化界、虚空界，拢伫四十八愿当中。你看这个四十八愿偌伟大啊！所以华严到尾后归无量寿啊，华严内面来修行的方法，华严三昧归念佛三昧，你看就不得了咯。华严经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咱用无量寿经顶面，迄、那个意就是一句名号，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一点无错啊！世间是什么？违背了阿弥陀佛。佛法是随顺阿弥陀佛，随顺阿弥陀佛是佛法，违背阿弥陀佛是世间法，拢总是阿弥陀佛，无离开啊。真真正不可思议啊！梁师菩萨话讲啊，真好。信佛因缘，你拄着净土法门咯，愿生净土，以心立德啊！立德是什么呢？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隔离不灭啊！
啊，用家己不卖，手足行业，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是伊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著作也是身体行为，身故意三业啊，著作就叫做业。那那身故意三业啊，拢都爱啊，随顺啊，心定，那都是修行啊。身故意三业。拢嘛是阿弥陀佛，心是阿弥陀佛，念是阿弥陀佛，行为是阿弥陀佛。安那修呢？看一切人拢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事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万物拢总是阿弥陀佛。你成功咯。念心教顺境顺仙，你不是说阿弥陀佛在西方叫世界，你如果都不是阿弥陀佛，那就不会用你了，那就是跟三种周边相违背了。华严这三种周边好啊，我们知道说真的是一切一切变化界、虚空界，所以咱对一切众生，连山河大地，拢起用敬心、感恩心，那你讲这款的人，伊敢袂当往生呢？这款的人，阿弥陀敢袂尊敬伊呢？阿弥陀佛尊敬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拢尊敬你呀，佛法两天啊，佫卡是免讲咯。欢喜用台啊，所以佛愿力故，即变往生。这肯定往生啊！依佛力主持，即立大乘正定住，正定住者，即是阿弥陀地不退位啊！这是龙树菩萨讲的这段话啊，这段话讲得真好。佛力主持，这佛是阿弥陀佛。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甲四十八万拢相应，每一关拢啊是落在你家己的心肝内啊。所以，祖祖念念。就立大乘正定住，大乘正定住什么？就是二十愿啊，最后的一句，该做阿弥陀地菩萨啦。都、就是这个属性啦。三种不退转，恭喜你咯，你拢得到咯。为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你家极乐世界是报庄严土的菩萨啦，拢同款的啊。无论是智慧、神通、道力，甚至有甲法界、虚空界的感应度高。完全同款，这是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甲咱讲到十方诸佛刹土内面，拢无讲到这个代志啊。只有叫做世界特殊啊。啊，这个所在甲咱透露这个消息。诶，就是咱念佛来人，心系定住，如果三心二意，妄念纷飞，就未用你咯。你心不定啊，啊，心不定也会妄想啊。那就看你临命终时阵的缘分咯，是不是这种显缘？临命终的时阵有人提醒你，你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得靠这个呀。如果家己正定住，免看别人，有这种人有真多啊。家己有的时机，知影都一间要走咯。那像跟阿弥陀佛联系个真好，伊什么时阵来接，我什么时阵走，无甲别人讲。为什么甲别人讲是假讲个呀？一种爱你呀。咱看了几落个拢是即款俩，无甲别人讲，走了后人则发现啦，徛伫去啊，坐伫去啊，随上稀有啊，助念拄着遐个冤亲债主啊，啊助念的时阵，还佫四界个望看，倒就会较烧，倒会袂烧，哎，拢是麻烦啦，互你生烦恼啊。那讲这时阵，生烦恼的麻烦就真大咯，马上就三步都去咯。一个助念，不是帮助你去接触世界，是帮助你去三度啊。这些道理拢爱知影，上安全的方法，最可靠的方法。靠家己，哪靠别人？闭关就是讲放下落啊，真正放下了，真正无咧管咯。有人管，咱就要感谢伊，啥物都拢卖管。下面是这个国学里面的优先道大师以文言及同一经文，就是先道大师根据四十八愿以及同一的经文为主观一句现生不提之秘籍。文中若同生即知求生之灵，一粒正定珠，这是我独家所讲的啊。你看，先头大师嘛，有这看法啦。现在就立正定珠咯。啊，我常常劝大家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内啊。啊，把其他的物件拢总放下，这就是正定住了。现在就立正定住，不恭之说，
较早无人安尼讲过啊。下面啊，22品就是讲决证结果啊，这品内面啊，念落也阁有详细论述。所以咱来重视眼前呢，因为阿修佛法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该定为三学，应该得定因定开慧啊。正定就是定啊，啊，该帮助咱放下。该来对头一条就是布施啊，布施就是放下。啊，放下里面头一个就是五见、真见啊，唔能够执着这个心是我，因为执着心是我，那你业障真重。不是业以来做的这业障啊，业障会伫这个身体来爆发。你个看卖，现在无论伫中国伫外国，完成这组复兴的这个代志，真正普遍啦、啊。因为什么复兴呢？因为你有心啊，你执着这个心是你啊，伊就找你啊。你若未执着这心是你啊，啊，伊未找你啊。啊，如果你把阿弥陀佛放在你的心内，啊，你已经变成佛了。完成这组人去找你，是求你超度，求你个救啊。绝对唔敢伤害你，心内有什么物件就是什么物件，心内有佛就是佛，心内有菩萨就是菩萨，心内若有贪就是恶鬼啊，心内有嗔恨就是地狱啊，心内若是有愚痴就是天仙啊，心内若是有爱，那是天人啊，欲盖天啊。心地清净是无色界天啊，这真的不是假啊。所以我讲了，一切化众心相生啊，这句话讲转了，叫做人知影，会晓念，唔知影意思。这意思太深了啊！但呐，对早到暗啊，伊个念头是法界拢有。你看，你一念一声阿弥陀佛是佛法界，念声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法界，念咪起贪心啊，是五鬼法界咯。就是讲对早到暗啊，唔知影伫是法界内面啊，世世偌济人咯。啊，最后的这期啊，生命结束了后，要去倒一倒，看你最后迄个念头是啥物，你就去倒一倒啦。咱知影这个代志啊，厉害咯，这代志是大事啊。那你应该要安怎？呀，来学习，呀，把其他的法界拢总放在边啊啦，卖过去插伊啦。今仔是注重的阿弥陀佛。哇，算佛法界也是算阿弥陀佛，这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啊！这个选择是绝对智慧啊，绝对成就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